咁喺度咧，我哋好高興同大家宣布個消息。 就係 Asian Couture Federation 係會已經係同我哋簽約持續3年，支持我哋頒發最佳造型設計獎。咁所以咧，我哋每一年咧，將來嘅由今年開始連續3年咧，為呢個獎項咧就會用呢個 ACF 嚟到命名。所以咧係喺呢度多謝佢哋全力支持我哋。最後咧就係、是、最後就係個電話響啦。 感謝大家出席呢個傳媒嘅活動，亦都希望喺3月21號咧係可以見到大家。多謝各位。